哎，我老二给我打电话干啥？还没到过年的时候的嘛。可能是提前我们回来给我们发红包，有可能哦。爷爷，奶奶，那个你们在的，我老二呢？你老二在旁边的。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哟！今天没红包，你说啥子？没红包呀？今天特殊情况，希望你能理解。我今天大半年都没上班，要是再给你们节日一个包个红包，我怕是穷到卖腰果穿喽。所以今天我决定只给我儿子发。谢谢老二，世上只有老二好，老二的红包都少不了。那年光子哥带去买意思的，我回去了。太他山的人有点势力哦，不给你包红包你再回去，你啥子人哦？我也很久没有回老家了，看你们不给我包红包，那我都先告辞了。哎呀，没得事的，那一年我太家赚了钱，把我老二那个红袈裟给他剪了，做成红包皮皮给你们发红包，要不要得？要得，要得。太大子，你那么儿子光子哥去，红包肯定没少拿噻。太多那家人土豪出身，出手大方，一般那个红包啊都不能少于五位数。你今年捞了好多啊？我一分钱没捞。啥子？你分钱没捞？哎，所以说我提前回来了噻，你给我包个红包可以噻。你双手一杯要有大哥风范。啥子大哥风范？谈钱伤感情，谈到这，滚家猪子，我的无耻！我好了，不要去认个财，红包是给他做我儿子买，他没当王的说他没得工作。哇，哥哥你好厉害！哎，啥子？他们有个人了，给你抢。哥哥你脸上好霸气哦，太帅了！哎呦我的妈，这啥子帅？到头来还不是穷光蛋一个。那哥哥你上次说要送我的包啊？啥子包？红色的。我那盘子光子贵去，油水半点没捞到，还倒找了10块钱油费。那都是喝起我好帅哟、哦！说谎的人要吞1000个针哦，还说给我包红包。到你那种人还想发朋友？我跟你说，不可能。妹儿，我明年给你发要不要的嘛？不能行，今年